轮胎抽起来，相守相守，加油！哎，三百先下了，相守就看看他们没有就对了。好，哎呦，十号，看看，好看一下十号，观看次数是1.1亿呀。那就一定是国际的歌曲，破亿都是神曲，有肯定啊，周星驰也会啊，哎呦，中文歌也歪国啊，对啊，这难度肯定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歌名不一定会，对对对，像刚刚这样。艾荣很厉害，艾荣很厉害，对，艾荣很厉害，他们都会猜。哦哦，三百掉出光光，看不起我了，很像，尊重我们。OK， 请出题，来来。啊，世界名曲。献歌点的歌，哎呦，被人家咬走了吧？派派在写的哦，加油加油！英文一定是派派的。我在日本料理店还点过这个菜，点过这个菜，一道菜。我等一下跟你们讲啊，好吧？经典的歌，好，经典啊！答案出来，答案直接唱了，来一起唱一唱 ，music。抽到一个我们可能唯一会答对的英文，对，太简单了，真的太厉害。这个是神曲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到日本料理店会点这个？有一天我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有没有？就已经大鱼大肉了，啊，就是沙西米吃那么多，是有没有汤？他说，那宪哥要什么汤？我说有没有清淡一点？对。他说，哎，这个你可能会要清淡的。他帮我点了一个锅，高级，对，然后叫做拿心锅。拿心锅，然后那个锅一拿来，就是昆布的煮水的汤，昆布汤底，拿心锅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叫拿心锅，哇，哎，他很搞笑哎，也没怀石料理啊，然后一来，我都看到waiter，我说这个能喝吗？他跟我说，嗯，拿心锅的钱，当时还没有。然后现在分数反而是派派这边5800了，5800，哎呦，暂时领先了，